那我们再来看到呢，在秘鲁的报纸当中，头版是他们总统，三版里面呢是宋楚瑜在这里，但我们注意到。 旁边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跟他几乎都是一样的版面，所以算是一个礼遇，就是秘鲁人民日报的第三版，200年历史的报纪，秘鲁官方的报纪。好，那回到这里，大家说，那到底习近平什么时候会来？真会有个巧遇，还真的会握手，会讲，就是说你好啊什么的。因为宋楚瑜过去见过习近平嘛，那习近平是在台北时间20号会到，因为呢当地时间的11月19号会到。那你看啊，现在的警戒更加的密集了。 600名警力封锁附近的4个街区，而首都立马民众放大假，就是你不要来上班了，大家都不要来了，就是安全的问题。然后第二层、第三层是 X 光，还有安检门、双保险，第四层还有镭射导，你的药物。这是七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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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
在台北市议会当中又是上演了什么乒乓秀吧？我们的报道。我们提醒大家就有一个样子，就是活在这个地方，不就我们相这个讨论的这个问题啊，都做一些描述。好，陈大哥的这次谈话甚至相当愉快。